Hello， 大奇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 Pokemon 宝可梦的口袋炸弹了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啊，上次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面蛙花，然后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老弟的直播啊，就是阿红的直播，他的那个牌组啊，前面好像不是用那个，就是那个锹形虫这个凯罗斯，他好像是用我们的那个谁啊，用我们的就是那个椰蛋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边稍微来改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卡组，我把这个椰蛋树放上去，然后面蛙花的话，基本上。这个一叉好像只有一只哎，感觉那个一只好像比较重要啊，好像还是要放这个了哦。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，椰蛋树的环节它是怎么样？吃一次则增加30点，是不是？感觉好像也不是哎，这个种子炸弹啊，好不好？种子炸弹，然后再加那个大颗的那个椰蛋树吧。先看一下大颗椰蛋树是怎么样。我看它好像是用椰蛋树啦，所以搞不好椰蛋树会比较好撑嘛。而且我们昨天已经体验到了这个。掷骰子硬币的这个威力，好吧，我们真的是烂到一个不行、哦、所以就爆开了、哦、我先看一下啊、哦，椰蛋树啊，哇，干爹这边不会没有椰蛋树吧？不可能吧？这个先下来，然后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感觉他好像没有什么大颗的这个椰蛋树，哎，一叉的椰蛋树，我先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应该可以那个按属性，然后排一下那个草属的。草鼠的话，椰蛋树，我们这边只有这个小颗的耶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把这两只放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看到椰蛋树哎，他不会真的没有椰蛋树吧？哈，他只有这个、喔，他只有这个130踩踏的这个椰蛋树，又要掷硬币啊、喔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不要吧！我先去看一下哦、喔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好像真的就只有这棵椰蛋树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然后就没有其他枝了。好，我先看一下这边该如何是好。反正现在来说的话呢，放这两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种子这边也有，然后这边加了蛋蛋，但是我们这边就会多了两个那个啊，那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会多了两个这个大格子哎、欸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只的这个角色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异阶进化就可以干什么大事的，好像就只有那只而已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像就还是这一只哎，完蛋了！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放这个加椰蛋树啊，然后双重进化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完蛋了，因为我们这样的话基本上好像很难搞哎，它就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基础就蛮强的那种角色啊，完蛋了。好啦，不然我们就一样试试看这个老弟的椰蛋树好了。然后他还要再把两张卡放下去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把什么放下去啊？我想一下，这个吧，荔枝吗？那枝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把那枝放下去，这样子走起好了，好不好？相信老弟牌组，好不好？虽然他椰蛋树好像不是一叉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打出我们的好成绩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放上了这个蛋蛋，至少好不好？可是我看那个椰蛋树好像也是要掷硬币的耶，我原本想说看一下弄一个不用掷硬币的，如果不用掷硬币的话，好像会比较舒服一点点。但是掷硬币的话，确实是很吃运气啦，好不好？这个运气烂烂人折平，真的是没办法哦、喔。哇，哎、欸，我这几天玩都是后宫哎、欸，傻眼。好吧，后宫佳丽3天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椰蛋树直接踩踏，而且它哎、欸、好像不错哎，因为蛋蛋这边的话它只要一的话就可以攻击了，这个好像是不错的。好，椰蛋树各位，椰蛋树环节， yeah! 因为我们就是要放那种就是比较你不用吃太多能量的角色，然后你不用吃太多能量的话，你又可以就是把剩下的能量都给那个变蛙花哦，所以这个感觉椰蛋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好，这边放一下蜜花种子，种子，然后这边从牌铺抽2张，蜜花花桑叶哦，有喽，给你种子炸弹，哎，种子炸弹蛮痛的，20哎，好了，碰尬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这个是30，又要掷硬币了，各位，但他只要掷一个啦，掷一个的话就还好。增加30哎、欸，所以是30+3060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是那个什么骰子大亨哦，这好像还可以哦，加油加油，没问题。我靠，暴鲤龙哎，我还没看过暴鲤龙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后面就是继续给他叠就可以了哦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踩踏是很简单的，不需要就是太多的那个。
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手段了哦。好，继续，掷硬币时间来了，嘿，干，不要再搞啦！我真的是很烂欸，我的天哪，干嘛？烂透了，而且他居然没有先让那个喵喵抓牌欸，他是把那个水能给那个后面的宝石海星欸，居然欸，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想要上来直接车我一把是不是？他打90好像也还好，好，没问题，继续。欸，好像椰蛋树真的比较爽欸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椰蛋树这样的话直接扁就可以了，嘿，哦，有了，正面这样打60、欸，有欸，我觉得加这个椰蛋树是不错，只是不知道就是我老弟的那个椰蛋树是不是就是这个普通的，还是他是用一叉的，但用一叉的话基本上给对面打到的这个分数会比较多啊，所以就看大家的那个，看大家的想法。好，这个是打90的，然后90的话我们这边会剩40，那死掉之后叫那个灭花花出来哦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有哦有哦，然后我们这边叠4个就可以打100多了。红牌干！哇靠，老哥！啊！他抓到另外一个烂的了！哇靠！怎么这么会洗呀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那没关系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抽回来啦，各位太神啦，神抽，然后这边神骰来，会，欸，我觉得不能这种不能斜面，你知道吗？斜面超容易直接那个，就是超容易直接弄到那个，直接弄到就是我们那个什么，弄到反面，哇，斜面直接弄到那反面，然后待会他不要他没有打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是他没有那个的话，我们就是100直接给他弄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恢复，啊、哦，没事，你就尽量恢。我待会就是灭蛙花，哇，小霞来了，拜托反面，老哥反面，别搞啦，老哥，我靠，填爆啊！这打多少？100，将对手战斗宝可梦随机丢一个能量丢弃 ，Oh my god， 我靠！哎、欸，那还好哎、欸，他没有想到那个哎、欸，那还好，目前看起来是还好，丢弃一个的话我们是还行。好，上来，来啦，哟呼，好，我们这边就是疯狂回血打100，啊啊啊啊，再见，呵呵，太爽啦，我们这边疯狂伤药。他把我们弹掉一个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再补一个能的，给他让他上来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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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一下再狂吸猛吸，这就是灭蛙化，好爽哦！哎，我觉得用那个椰蛋树真的不错哎，因为用椰蛋树之后的话，我们真的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哦，打掉了没关系，我靠，他完蛋了，我还抽到利嘉，吼吼。回30 120 120再回140 160应该是两个商要130再加130 60好，算了，一个利加啦，一个利加回满，然后这边回30，好，投降了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哇哈哈哈哈，有欸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是椰蛋树的问题耶，因为椰蛋树它就一个能而已，一个能的话，我们剩下就是全部给那个蜜娃娃，完全没问题耶，可以哟、哦，各位，不愧是我老弟的这个冠军牌主啊。只是我这边的这个面蛙瓜是那个比较那个一是一那个没有一叉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哦。各位来走起，呼呼，来再看一下第二把哦，第二把，哦，终于正面了。有我先攻哦，然后这边都有哦，然后蛋蛋、蜜花草跟没有蜜花种子，妙蛙种子啊，然后也没有那个谁啊，也没有我们那个也没有我们那个椰蛋树，神鸟凤凰完蛋啦！我靠，神鸟凤凰呀，各位完了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
哇，他这边好像是要三个哎，十一只半路遮哦，我靠，十一只后尾反面就要那个哎，这招招式就没了耶。但我觉得他叠起来也是蛮恶心的。哦，基础宝可梦，拜托啦，开抓！妙蛙种子，水啦。但好像还有就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就一点点而已啦。好，慢慢炸弹轰。而且我们还要赌他啊，对不对？赌他，赌他，赌他打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赌他一个反面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待会椰蛋树啊，椰蛋树来一下呀、啊，怎么样、啊？好，两个了，哇！这种掷硬币的牌组真的是没办法，没办法玩的很爽。130，好，接下来就是看，哎呦来了，哇，叫谁谁来，太爽了，椰蛋树。来吧，椰蛋树，舒服，哟呼！让我们打哇，也是刚好130哎，完了，拜托了，硬币挥，耶、yeah, ，有了，正面打60，胖嘎，呜呼，有喽。然后接下来他反面，对不对？他反面，他反面，拜托了，他要反面，他没有反面我就完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没有反面我就完了。因为我现在灭花草还没有叠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要反面，他没有反面我就死了，算我求你了，老哥，反面吧，反面，反面，反面，没有反面我就完了，耶、yeah! ！你看，快说吧，哇，这游戏真的要这样搞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好，灭蛙花，灭蛙花。然后走起，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60。好啦，那我这边正面挥，诶，碎啦！我才是硬币人。可是我刚刚那个超级歪哎、欸，对吧？刚刚那个超级歪了。好啦，他应该没了，是不是没了呀？是不是没了呀？哦耶！而且我们的妙蛙花还在后面爽。不过因为它这个的话是那个我们的克数啊，所以稍微比较麻烦，打都会加20，超麻烦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加20而已，对不对？加20就让你加，而且我这边还有力加可以啊，打50回50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哎，他会把那个蓝烧掉，哎，完了，他完蛋了，他真的完蛋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最恐怖的环节。我、哦、其实我好像不要那么拼，我先用个伤药就可以了。因为他也打不死我，然后我们继续踩他，来抓到旁边，嘿，哇，没了，开始了。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哎，因为你知道凯罗斯，你没踩到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直接连打都不用打，他这至少稳定输出30，好不好？椰蛋树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椰蛋树妙蛙花，哦，这个应该会成为最近泽平的这个爱牌哦，我觉得有哦，嗯。最近阿平的爱牌哦，这个是舒服的，舒服的。来来来，看他要怎么办哦。好、哦，决定不打，决定不打是吧？应该叫他上来吗？这是什么？掷一次硬币，直接叫他收到这个哦，无法使用招式六尾啊、哦，他会让我们就是没办法攻击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换了，哇，你要这样哦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提早让他出来啊、哦。那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那是没有问题。哇，不过他如果用这个，啊、哦、没有没有，他让我们了耶。那就不好意思咯，哈哈哈，100吸血。哎，感觉真的是更好做了耶，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凯罗斯的话，它要两个能量，这个一旦数只要一个的话，真的舒服到不行。太爽啦，各位，舒服的不得了，哟呼！来来来，来个70，那我直接回100，打70回100，好、哦、没有啦，他、啊、这边的话是那个啦，就是让我们无法使用招式。好，硬币时间到，拜托了，别搞别搞，哦耶，他完了。哎、欸，他蛮惨的，他今天都是，他今天都没有一个是直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获胜啦！
谢谢椰蛋树，哦耶！太神啦，各位！哎，这组可以耶。我觉得你要叠那个妙蛙花的话，就是让那个什么，让第一只角色就是吃的能量不要那么多就可以啦。